崇尚名牌上了瘾，小孩狂买爸妈金。他在买些什么 ？LV 的包包啊，然后钥匙圈啊，相机啊。也要穿名牌吗？就是一定要，不是 Nike 啊，不然就是艾迪达。他就说，哎，爸爸，我生日了呢，你要不要买一个礼物送我啊？我说，那当然好啊。他们就进去某间名牌，就挑一个戒指。我说，哎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价钱，20万。今天晚上9点，爸妈穷很大。